小伙伴们，首先我们来问一个问题，你们认为仙兔的眼睛是红色的还是黑色的？如果你认为是红色的，可以在评论区中扣一个一，如果你认为是黑色的，就点一个赞。我们来看一下哪种多啊。众所周知，柳仙儿有一只兔子，它的眼睛是黑色的，而我们发现柳仙儿非常喜欢这只兔子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这只兔子走掉以后，柳仙儿的眼睛都变得有一点忧郁，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它的左右两侧有红色眼睛的兔子，这像极了我们人间兔子的眼睛。小伙伴们，当然不是这只，我搞错了。看，就是这只兔子。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只小兔子的眼睛是红色的？这个是我们现实中兔子的眼睛。你们有没有发现和柳仙儿左右两侧的这两只兔子的眼睛非常相似？而当柳仙儿的换装皮肤摇月仙子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它的兔子全部都变成了黑色的眼睛。所以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左右两侧都成了黑色。